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宇啊，今天又到了这个开箱时间啊，今天要开箱的是这个红米的 Note 9T 哦，红米的 Note 9T， 然后它是目前市面上哦，这个算是 CP 值最高的 5G 手机。然后大家都知道哦，我前一阵子哦，就在不久的前一阵子哦，我刚换了一支新手机，是这个华硕的 Zenfone 8的 Flip。哦，那个镜头可以翻转的那一只啊，我才刚换而已啊，为什么我就是说没多久用了没多久之后又要换成这个红米的 Note 9T 呢？哦，因为我觉得它华硕这只手机哈，有一些缺点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，然后我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哦，有感觉到很多的不方便。所以说呢，我就又赶紧的换回来我之前的习惯用的品牌，是这个红米的系列的这个手机哦，小米家族的红米系列的手机哦啊，因为华硕的 Zenfone 8这支哈、哦，它很容易就是比较热啦哈、哦，比较热，然后也比较耗电啦，然后比较耗电的话，我在使用上就会感觉到非常的不方便，然后有机会呢，我再来拍一集这个华硕 Zenfone 8的一个使用性的评测哈，然后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来开箱啊！哦，我们来赶快来开箱。我这个箱子怎么粘那么紧？那这个一打开呢，就是这个出货单啊。哦，在网络上面买的法雅克，哦法雅克。然后最近这几天好像有做这个官网，好像也有在做促销。然后它的单价不高，很便宜。然后 CP 值很高，不到5000哦，就5000减一块，4999，很便宜哦。以 5G 手机来讲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杀的价格哦。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价格，然后一打开哈、哦，就是我们这个红米哦，红米 Note 9T 的这个哦，这个是它外包装那个盒子哈、哦，然后里面就这样子哈、哦，然后先把这个盒子先拿到旁边放，好、哦、啊，我想一下看要怎么弄，应该是从这边放。开，打开，啊，外盒放旁边，然后一打开就是这个，然后再把这个把它拿起来，先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哈，哦，里面就是它的这个卡针，还有这个应该是他送的这个手机壳，哦，这个是他送的手机壳。放在手机壳，然后里面是大概是简单的说明书，然后放到旁边，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红米 Note 9T 的这个本体，背面长这样，正面长这样，那背面有三颗镜头，一个是主镜头，一个是应该算是长焦镜头吧，再来一个是微距镜头，另外这个呢，这个是它的这个闪光灯，它不是四镜头，它是三镜头，啊，为什么刚开箱就有一些灰尘，很奇怪，然后它这边还有写它的一些规格，它这边写说，它用的是这个联发科天玑800的 5G 晶片，联发科天玑800 5G 晶片，然后大家都知道，这个联发科的这个晶片哦，它用的晶圆是这个联发科，是这个台积电代工的哈，台积电代工的。然后它这边有写4800万像素的这个相机主镜头，然后13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，然后再来是6.53寸哦 ，Full HD 的萤幕，6.53寸 Full HD 的萤幕。
再来就是它有5000安培大电量的电池，哦，然后背面长这样，然后把它打开，我，哦，先放旁边好了，来看一下它这里面还有什么，哦，这个没有什么，然后打开来就是它的这个豆腐头跟充电线，从这个充电线，这个应该是这样拿。然后这个是 Type C 的接这个 USB A， 哦，它不是像华硕巅峰8那样子是 C to C 的 Type C to Type C 的，哦，两边都是 Type C 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豆腐头，哦，然后这个，它这个写说快速输出到 22.5 瓦啦，最大啦。它这边有写，哦，它这边有写，最快输出到 22.5 瓦，其实 22.5 瓦应该也蛮快的。然后这个放旁边，然后这里面就没有什么了，哦，就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就是，哦，把这个手机本体给打开，哦，这个要很小心哦。打开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我觉得它给我感觉到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它的这里啊，我这里在那边在触摸哈，它这个是有点就是仿有指痕的啦，就是有一些指纹有没有？我们一些手机嘛，你像我这只华硕的 Redmi 8 Flip 啊，它的背盖哈，手机的背盖哈，都是比较光滑，虽然说比较好看一点，可是呢，你手在触摸的时候容易留下很多的指纹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好。欸，除非说你有去包膜，哦，可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安卓机啊，哦，我觉得安卓机其实你就那个贴萤幕保护贴就好了，你不需要再去包全自膜，因为我觉得安卓机它就是数量非常庞大，哦，数量非常庞大，各家品牌都有，而且各家品牌都是采用这个所谓的机皇战术，你像这个小米家族有没有，小米家族本身就有小米的品牌，然后又有红米，然后又有 POCO， 现在又有一个最近一个 POCO， 所以安卓机的数量非常非常多啦。啊，我其实除非说你很喜欢啦，啊，不然我其实不建议包全自，因为我干嘛因为安卓机的价格在掉很快啊，哎呀，安卓机的价格在掉很快啊，我就觉得不建议说一定要包膜。然后它这个呢，哦，它的前镜头在这边，它是挖孔的，哦，它是挖孔的，然后原厂就已经帮你把这个保护贴给贴好了。我这边可以看到，原厂就帮你把这个保护贴贴好了，哦，然后它就长这样子，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然后把这个手机壳装上去，然后它的重量其实还蛮轻的，我个人觉得还蛮轻的了，哦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轻的，重量还蛮轻的，它不重，哦，它不重，哦，就这样子。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它这只手机的优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这个电源键跟指纹解锁是二合一的，是合在一体的，哦，跟一般的一些手机来讲比较不一样。你像我这只华硕 Redmi 8 Flip 呢，哦，它是做指纹下萤幕解锁，哦，指纹下萤幕解锁，感觉好像比较高级一点，可是我个人认为觉得不好用，时常感应不到。哎，时常感应不到啊！我觉得它这个设计有没有这次的红米的这个设计有没有？它把电源键跟指纹解锁嘛做在一起，哦，做在一起，我觉得这还不错，哦。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。然后接下来我要去做这个手机的评测，哦，手机的评测，就是拍一些 4K 的影片，还有一些照片，哦，来给大家看看这只红米的手机，哦，红米的手机到底好不好用？然后去实测一下它的网络5G 网络信号。到底好不好？哦，啊，我们待会见吧。